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蔡明健。最近几天成交量非常的小，那很多人都说现在台北股市非常非常的难做。那对于大家说很难做的台北股市，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感到很骄傲。骄傲的是，我们又让好几百个人，扭转这种观念，扭转这种观念，不是股票不会涨啊，股票很会涨啊，是你买错股票啊。最近几天，你昨天有没有打电话进来？昨天呢，你有没有打电话进来？听说昨天晚上电话是打进我们公司的电话，好，是打不进去了，也长打好几分钟打不进去。我想说，真的假的？怎么可能这样？还真的是打不进去。我们不是台湾大哥大，突然间断讯不是，那中华电信，很多人打电话来，那其实说实在也没什么好骄傲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是送你东西，送的又不是收费的，你说很多人参加会员那就骄傲，对不对？送的没有什么好骄傲，可是骄傲是什么？骄傲是你来见证了什么？我跟大家讲，我送你这三个独门生意、资金模式、小大力光，哦，七月一号送的，昨天在加码送你一个宏达电的，价值怎么算？哦，没有，非常的厉害，哦，因为赏你也蛮不下，是怕什么？怕是送你之后被你当笑话。哇来，股票怎么做？股票就是要买进要卖出嘛，啊，买进很容易，要卖出很困难啦，啊，如果你套牢你就卖不掉了，对不对？来，今天独门生意涨停板，今天资金模式这一支没有涨停，拍谁涨3%，啊，小大力光涨停板锁。来，先跟大家讲，这宏达电，昨天很多人打电话来问宏达电，对不对？好，很多人打电话来问宏达电。好，那我跟大家讲哦，好，这个我偷偷给你的这个法人内部的资讯哦，就是宏达电它这个价值是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？哦，服务人员都偷偷跟你说了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人昨天打电话来说，不会吧，宏达电跌这么惨，你还要我加入会员？不是，我是偷偷的告诉你。私底下告诉你，宏达电它的价值怎么做计算嘛，对不对？我说得很清楚啊，对不对？电话那么多，当然是免费的啦。哦，但是我跟你讲哦，你就记好哦，记好哦，记好，记好，保密哦，唔通讲哦。哦，我们自己赚就好了。哦，因为电话已经够多了，已经快超过400通了。哦，所以这保密你不要讲了。哦，点点哦，哦，一号你就知道了。以后你就知道了，宏达电的市值，好，跟竞争力远远都超过 Nokia 跟黑莓机，同样是做手机的，看谁先倒就知道了嘛。Nokia 先倒，黑莓机先倒啊。可是他倒的时候赔了很多钱，赔了很多钱，他却能够以高价卖出，高价卖出啊。那现在宏达电赔的钱还不如黑莓机的1/3，而且宏达电是认列一个。一次性的损失，对不对？所以就算我们打个折啊，好，不要卖 Nokia 这么高，卖的比黑莓机还低，到底是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我帮你算好了，对不对？保密哦。好，我们以后一起来见证。昨天电话打不进来，感谢你啊。好，这很正常啊。好，法人内部资讯请保密。价值到底是多少钱？你家里有，你知道了就好。会不会准？我们事后再说，对不对？会不会准？我们事后再说。就像这个七月一号送给大家的，我图都做好了，我的七月一号连图都没有做，好，6/30就做好了。三好礼三选一，三档股票，三档标股，什么样的标股？好，我说我不喜欢讲过去的绩效，我不喜欢讲过去绩效，为什么？一讲过去绩效，你又赚不到，对不对？昨天的太阳是晒不干今天的衣服的嘛，对不对？昨天的太阳是昨天啊，今天搞不好是雨天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不喜欢讲绩效，我喜欢讲未来。而我的未来是什么？我的未来是涨停板一只，我敢你讲，一只涨停板。好，我知道你很开心啊，哦，要数钱对不对？你小等一下，就多嘛的哦。好，嘿，不会做管的哦，不重的哦。哦，这不是涨停板小涨3%涨停板的问题哦。哦，是还有标很多哦，来来来来，我跟大家讲，
问题就是这样子嘛，我不喜欢讲过去的绩效，过去就让它过去。我问你一件事情，大力光低档的时候160块，现在3600，这个百元低档13块，今天多少？3205来这里，百元，今天117块，对不对？来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看了一间涨，说了一天涨10块半，一天涨10块半，两天三天都涨停，三天起没啥十块，对不对？就光三天就已经涨之前低档的几倍，吼、哦，快3倍了，很恐怖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我跟大家讲的是，未来还会不会有像类似这样十几块的、50块的飙到这样子？对不对？力旺之前也是50块啊，飙到接近500啊。这个鸿儒21块飙到500块嘛。我说，这我没辙的嘛。我们要做就做这个，对不对？阿力光老师，哎，股票这多基点设飞镖吗？嗯，不是。好，当然不是设飞镖，先把它选好，先给它买好，然后等待涨停板。今天给。电话那么多，送给你的这不能改了吧？啊，送给你的不能改了吧？来，先看小大力光，6月30号是长这样。我送给你的是7月1号，我送你是7月1号，7月1号当天小大力光是长这样。以谁来用？7月1号小大力光是这样。简单讲，这个 K 线就是大长黑，而且没有涨，而且爆大量。但是我说，拥有一手法人资讯，你会相信股市真的能够致富啊？哎，有好几个真的试货的哦，他打电话进来要股票，对不对？好，免费的股票，对不对？那我怎么？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哎，老师给我这档股票，那是不是知道什么内幕？不然 K 线这么丑，怎么可能给我这档股票？”对，内幕就是这样。龙贤讲的哦，内幕就是这样。打破大力光垄断高阶手机镜头模组，哎，大力光垄断这么久，大力光股价从200多飙到3600，它可以打进去分食大力光的一个商机。我讲，拥有一手法人资讯，你会相信股市真的能够致富。昨天没有涨，什么叫做烙印一生记忆的标股啊？烙印一生记忆的标股。今天盘中跌100点吧，烙印一生的记忆啊！老师，一声要买无？来，我说过的涨停板放 VCR 给你看，对不对？来，7月1号当时的 VCR。好，第三档小大力光，这个小大力光，它现在是全球。唯一的三家能够大量供应1300万画素跟500万画素的相机镜头模组，这种最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买一只手机，好，后面1300万画素，前面500万画素，一只卖4000、5000、6000、7000、8000都有，好，这个最好卖，而且大陆很多人在卖。问题是没有人做得出来，因为没有人做得出来，所以大力光狂飙都被他赚走了。但是现在全世界，好，本来只有大力光这一家。我叫关东，日本的公司关东，但大陆人对日本人没有什么好感，所以他不会买日本货，好，所以大力光独占，大力光独占喽，200多少到3600哦，想清楚啊！啊，这一家，他已经跨入大力光的领域了，也就是说，未来大力光他已经不是独占喽，他已经不是垄断喽，啊，他的股价，大力光的70分之一。70分之一没有涨停，今天还跌哦、喔。好，今天还跌、喔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是跌的哦、喔，我讲很清楚，我都没有闪，对不对？好，送给你的小大力光。哦，打电话进来的你都知道，电话不好打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给你是要干嘛？考验你的勇气，考验你的智慧啊！哦，这是什么 K 线啊？哪安尼啊？啊，这真正会当买吗？我跟你讲，拥有一手法人资讯，法人跟一般人差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K 线你看得到，法人看得到；
对不对？它的 K 线长得一样的，不可能不一样的。那什么不一样？就是一些资讯，一个关键资讯。这个资讯能够达到，为什么之前很多人1000块放空大力光，1500放空大力光，2000放空大力光？大力光是法人外资买上去的。那同样的买盘，如果一个新的竞争者进入大力光的竞争领域的话，那我请问你，外资会不会大买？我先讲的哦，我现在放给你看，对不对？能不能致富？老师，股票什么时候才能赚钱？什么时候才能卖？哦，赚钱随便你卖啊，对不对？赚钱随便你卖。哦，我们可是还没卖哦，我想买没有，对不对？才刚涨停过大量啊！我说标股是股市给每个人最公平的资产，这句话没有错啊，做公平啊，对不对？你买200张，人买100张，你就赚较多啊，对不对？别人还在套牢，你的股票涨停板。昨天跟大家讲的，昨天测标什么？神秘标股，10块、11.8块，对不对？啊，收盘11.9块，我们可以遮嘛，对不对？要不然被吓死哎、欸！这是独门生意，要不然要写10倍啊，写买贺啊，这可以算出来的哦，这可以算出来的呢，来，这都是可以算出来的哦。怎么算出来的？我跟大家讲，你股票怎么做，买进卖出 OK 啦，标股底加，对不对？我说我不讲过去绩效，我不喜欢讲过去的。哎，讲过去的你赚不到，你回不到。宏杰科12块，我带会员买翔硕50块啊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很多人在买翔硕，没有错，你买翔硕很厉害，很棒，很棒。那我买50块是不是更棒？50块就固定几个代价啊？上面叫一手法人资讯，这些股票一次都飙这么多。还会不会有跟他类似10块到100，10块到200？每一次新的机运到来的时候，都会造就新的一批富翁。巴菲特也才赢12次而已啊，12次变股神啊！我跟你讲，巴菲特钱花不完啊！我一个月，假设我是巴菲特，一个月花2亿，花2亿台币。好，你从朱元璋，好，朱元璋从明朝。那个时候改国号开始花，一天花2亿台币，从明朝花到清朝，花到民国，花到现在花不完。不然我有时间我算给你听，真的就是这样，人家才赢12次，难看也才一道年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赢几次？好，来，啊，给你的你都见证到了。现在我话就讲这么简单，翻倍，好。啊，这个是不是三名？是不是前三名？你打电话进来的时候，你要跟服务人员做确认，因为这个有差，好不好？只能讲到这样。两档股票绝不设飞镖，好，绝对事先讲，绝对买得到。但是是不是前三名有差？你先确定你是不是前三名。如果不是，你可以跟他说考虑。如果是哦，那就不一样了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我跟你讲，接下来会非常非常精彩。股票只是涨停而已吗？涨停而已吗？我讲故事给你听，你会饿死，你都没有买到低点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下集再讲回来。气密窗专利复合式导块，实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，俄牌气密窗2987-1111。理财新革命，投资新思维，改变就从现在开始。选对团队，轮源投顾为您精准掌握投资新脉动。选择轮源，让您财富轮源。服务专线02-2321-9933，02-2321-9933。理财新革命，投资新思维，改变就从现在开始。选对团队，轮源投顾为您精准掌握投资新脉动。选择轮源，让您财富轮源。服务专线02-2321-9933，02-2321-9933。理财新革命，投资新思维，改变就从现在开始。
选对团队，轮源投顾为您精准掌握投资新脉动，选择轮源让您财富轮源。服务专线02-23219933，02-23219933。轻松致富，简单幸福，来自理财周刊。现在订购一年52期，只要8188，加赠8期加量不加价。详情请洽订购专线02-23926680，02-23926680，或上理周网站查询。记住请进，欢迎回到台湾最美的家。SRC 全动钢石承包，中烈建设机构最有企业家的希望。一品会120坪、140坪，02-2285-1199。成交量很小，大家都说股票很难做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不是解盘来安慰你，来告诉你陆股会不会涨，然后你会需不需要担心？不是，最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什么？就是告诉你，股票市场有标股，这样比较实在嘛，对不对？当你买到了标股，你就不会问啦、啊，对，买到了标股，哎、欸，老师，你是不是搞改牌？没有，我没给你改牌啊，我送给你的、啊，对不对？电话很多，你自己。打来，你要第一档、第二档、第三档都跟你讲了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我都跟你讲一样的啊，小大力光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而且我是在跌的时候给你的哦，哦，对吧？没错啦哈、哦，我会烙印一声，你怎样啦？啊，看涨到什么地方嘛，对不对？我昨天怎么跟大家讲？我涨给你讲啥？我涨侧标给你讲啥？虾神秘标股。就是这一支，第一支的嘞，立光老师，一小大立光涨停板锁起来，它还不是神秘标股，还有人比神秘标股还厉害，小大立光非常厉害，但是我认为这一支搞不好比小大立光还厉害，看清楚，昨天跟你说哈，今天也不多啦，哦，安妮你啊，来说老师，啊。涨停板哦啊，今天收盘好像没有涨停，收到这里，啊，好像没有收涨停板呢，啊，那这怎么办？来，破嘞，绝对不要卖，绝对不要卖。如果你会算，你就不会卖。就和谈，不是一层两层哦，好是。哎、欸、哎，昨晚就跟郭美亮讲，我就没有讲，我就讲昨天的好不好？来看一下昨天是不是这样？啊，今天盘中跌100点是不是这样？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昨天的补习啊。我问你，你现在手中有没有行动照片冲印机、列印机？有没有？大部分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你也买不到，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你买不到吗？因为他这个这家公司。好，本来卖的不错，啊，后来呢？后来上半年，因为他迁厂，今年上半年迁厂，所以呢，他出货，因为我迁你在迁厂的时候，那个台湾他要出一个所谓的，你要能够就是生产的那个执照，啊，你也知道我们政府的速度很慢，所以说他迁厂过程当中不能够不给他出货啊，他没办法出货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没办法出货怎么办？啊，就没有货卖你啊，啊，没有货卖你呢，啊，股价呢？股价就这样。Colin， 他不是做不出来，是不能做、哦。你也知道我们台湾政府效率很高了，对不对？你要申请什么，然后就顾着顾着顾哎，哦，签个厂啊，好拍谁，影响到出货。但是签了厂之后，毛利率提升到31.79，啊，股价多少钱？11.8，哦，我高兴哎，11.8。按理说老师11.8就11.8，讲这样干嘛？他新的行动照片冲印机，7月份才上市，在台湾跟香港开始卖，那跟日本已经签订合约，接下来卖韩国、日本跟欧美。那你说之前呢？之前没有卖，之前只卖台湾。
所以这样子的东西你才能够以这样子的价格买到，对不对？好，买到之后会怎么样？好，会涨停板啊，涨停板哎，锁不住怎么办？买到之后会怎么样？哎，老师今天盘中跌100点呢，那我call你，你是不是作弊？来，我跟大家讲，赚一倍不超过，赚一倍不为过，赚一倍你还会觉得那也叫少？为啥？我讲你听，我讲过了，独门生意嘛，连续7季获利，股价低于净值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才刚刚有的产品，未来会很多，做什么？做这个行动照片冲印机嘛，对，拍立得丝从口袋相印机超热卖。就报纸写的、啊，报纸写的很清楚哦。富士 LG 跟 Pringle， 对不对？富士 LG 跟 Pringle 就是哪一家 ？Pringle 就是这一家嘛，都是一。好，那富士 LG 跟 Pringle，LG 2014年卖的比2013年多5倍。我跟你比较过啦、啊，如果你要买随身列印照片的列印机的话，那个解析度最高的是这一家嘛，就我们手中这一档嘛，对不对？啊 ，LG 的它的解析度比较差嘛。因为解析度比较差，所以输出的尺寸会比较小嘛。不然，我跟你讲，你用这个行动照片冲出来了，你是美女也变不美了啦。啊，你的解析度要卖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人家我们这个能干嘛？来讲，这个能干嘛？这个还可以先改图哦，修图美肌哦，美肌模式选边框哦，然后解析度最高，输出尺寸最大哦，然后一张相纸是别人的一半的价格，那卖的钱是别人的最便宜哦，对吧？内功老师，啊，那 K 杆会涨多少？我们就说啊，好，现在全球有新卖出去的手机，哦，丘吉亚，哦，一年新卖出去不含你原本有的，新卖出去的丘吉亚一年有12亿只，哦，12亿只。假设你新买手机的人有1%买这个就好，假设哦，你新买手机的人有100个人里面只要一个买这个行动照片冲印机，一个就好，100个里面一个。哦，一年卖出新的手机是12亿嘛？你除以1%是多少？1%是1200万。你用1200万不可能独占啊。好，1200万个需求，好，那我再除以10，好不好？120万就好。好，行动照片冲印机如果未来一年可以卖到120万台哦，也不多了，其实需求很高嘛，它才刚刚要卖嘛，对不对？好。如果一年卖120万台行动照片冲印机，你知道 EPS 是多少吗？我帮你算好了，好，毛利率31%，融资已经减40%了，好 ，EPS 假设卖120万台，就我刚跟你算那数字，好，12.4 ，EPS 涨了一口气啊，好，比股价还要管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但是120万台那是未来嘛，我跟你讲简单啊。不要说多了，一档股票 EPS 的赚5块，股价的破百了呢，卖光赚到10块了，5块的破百，现在都没有行动照片冲击，你手中是不是还没有？你未来会不会想有？我们不用讲多，100个人一个人买就好，我再给他除以10，1000个人买就好，1000个人有一个人有就好，卖120万台，不然 EPS 12块死啦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对吧？没有错吧？哎、欸，我们讲真的、啊，来，这过去股价都很低啊，又不是只有一档，每一档都一样啊。过去股价都很低，谁没低过？百元现在涨停板一天涨10块、欸，过去股价才10块、欸，现在涨停板一天就10块了、欸，对不对？嗯，两只绝不乱枪打鸟，绝对不乱枪打鸟。打掉进来，你先问你是不是前三名哦？哦，因为我就真的3个，这3个真的不一样哦，金价不敢哦。你要先确认，你要问傅雷说，我是不是前三名？是会有不一样的待遇，是会有不一样的待遇。没有多少的时间，一只涨停，两只涨停。重点不是涨停板的意义。涨停板表示它刚刚要开始而已，对不对？刚刚要开始而已。来，机不是因为有了机会才去争取，
是你要争取了你才会有机会啊，是你要争取了才会有机会啊。每日只有三名，你达不到你就预约礼拜六的，好不好？我可以先预约，但是你先跟服务人员问，好，你是不是三名内？三名内保证会让你非常非常的压抑。好，祝大家周末愉快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是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理财新革命，投资新思维，改变就从现在开始。选对团队，轮源投顾为您精准掌握投资新脉动，选择轮源让您财富轮源。服务专线02-23219933，02-23219933。理财新革命，投资新思维，改变就从现在开始。选对团队，轮源投顾为您精准掌握投资新脉动，选择轮源让您财富轮源。服务专线02-23219933，02-23219933。理财新革命，投资新思维，改变就从现在开始。选对团队，轮源投顾为您精准掌握投资新脉动，选择轮源让您财富轮源。服务专线02-23219933，02-23219933。理财周刊与赢家日报 hold 住属于您的机会，现在订阅四期理财周刊加一个月赢家日报，只要3288元。更多优惠方案，请立即拨打客服专线02-23926680，02-23926680。森田药妆高纯度玻尿酸面膜。森田药妆。